暗恋好的来，记住，我们的底线价是500万。这是第一次谈判，对方居然是我前男友。大姐，请坐吧。我们说什么来着？很烦啊！你这么看我也没用，商场可是不讲情分的。记住，我们的底线价是500万。我们的报价是1200万，一分都不能。1000万。500万。900万可以吧？500万。好，成交。那郑总，我合作愉快，我们签合同。前提是你扮演一天我的女朋友。你别想多了，是我妈最近催婚催得太紧了，让你扮演我女朋友是打消她的想法。毕竟我身边混得最差的就是你了。怎么不愿意呢？那走吧。我的红。好啦。还行吧，但会不会太淑女了？他应该是想让我搞砸他妈的催婚吧？人来了吗？快了快了，动动平时就是太文静了，做什么事都不急不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出门时候遇到个没素质的乱停车，真他！文静。咱们今天就一结进来，姐姐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啊，就报妹妹我哥哥是高启栋的名字。够了，妈，栋栋这样的姑娘正是我要找的儿媳妇，来干了。不是阿姨，你让她给你解释吧。这姑娘和你说的可不一样啊。总算被我抓住机会再见面了，周末我带她回去见你。小子啊，赶紧把他给我追回来，听到没？知道了。